条路有冇多少少背后古仔话俾大家听咧？系唱片公司一早已经睇中咗你 ，mark 实你啊，定系点咧？其实成个嘅经过咧，我觉得要多谢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我的导师咧，同埋我的伯乐咧，就是 Eric Kwok Eric Sir 啦，我叫他做 Eric Sir 啦，因为咧。佢係我傳聞做星二嗰陣，佢係我做嘅導師啦。咁點解會要多謝佢咧？事源就因為咧，佢係我的導師之餘咧，其實咧我有呢個機會都係因為佢嘅。咁話說有一 round 咧，我自己就大病啦，咁就失準啦，要比賽。咁我都嗰陣我都比較自責，就係、是、啊點會喺嗰個 moment 先走嚟病嘅咧？但係即係都病咗就冇辦法啦，就只可以默默地接受呢個評判嘅評語啦。咁但係咧Eric Sir 好好啦，咁佢就喺我呢個節目出街嘅時候咧，佢就直頭係出咗一個 post 咧，就去幫我去平反翻啊，澄清翻我當日個狀態係大病，同埋仲讚我平時唱得好好添。咁其實我自己都好感動嘅嗰、那個 moment， 咁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好好地去多謝呢個師傅。咁我就同佢講：係 Eric Sir， 如果有啲咩你需要我去幫手，要我唱 demo 或者點咧，咁我都完全冇問題，我係上刀山落油鍋都 OK 嘅，係啊。咁其實我最開頭嗰個初心咧，其實就係為咗可以可能唱下 demo 啊，幫下手，或者係跟老師學習下音樂咁樣，其實已經好心滿意足噶啦。咁突然間咧，有一日佢就同我講話：阿 Mike，我想帶你去見環球嘅老闆，跟住跟住你所講嘅上刀山落油鍋就係呢、這個咁樣。係、哎，竟然係啦，咁我都自己估唔到有呢個機會。Oh my god！ 咁嗰下其實係呆咗嘅。咁所以當我一路去見佢哋嘅時候咧，其實我自己係好緊張嘅。咁你做緊啲咩準備咧？咁準備當然就係要 keep 翻自己個身形啦，係啦。咁因為全民做生意嘅時候都比較腫脹啊，咁啊要同埋都比較係啦，塊面又特別腫啦，咁所以都要 keep 翻住去減肥啦。咁同埋咁但係 Eric Sir 咧，佢係通知或者話俾你聽有個咁嘅機會嘅時候，距離真係要見功啦，因為你真係去環球唱片度見啊嘛。嗰、那個時間有幾多可以俾你減身形㗎？其实都等我想想先，都一段时间嘅，都有个零月嘅，足嘅时间嘅，系啊，都有个零月嘅，系啊。好笑喎、哦！即系见工第一件事系做咩啊？减肥咯，减肥咯，减肥啊！唱片公司嘅文案就咁样写嘅。由 Eric Kwok 作曲同监制，林若玲填词，打造成为新一代悲情歌王嘅代表咁。咁又俾樂迷認識你多少少啦。譬如呢一份歌詞，你收到 Riley 嘅文字嘅時候，其實同你嘅真身有幾相似呢？或者你自己背後嘅故事又係點樣呢？要做一個新一代嘅悲情歌王，都要俾樂迷知道，咁你嘅愛情故事係點㗎？其實我第一即係一開頭收到份詞嘅時候，我有一個少少嘅諗法，我覺得同我自己一個經歷都好相似，就係、是、我自己以前細個嘅時候啦，咁可能都同一個女孩子比較親近啲，甚至話曖昧啊，咁可能大家會接翻學接放學啊，跟住之後會可能坐車一齊，會肩並肩一齊坐，有講有笑啊，即係同班同學嚟㗎。唔係同班嘅，但係就係同一間學校啊咁樣，咁甚至過馬路即係會扎加爾咁拖住佢手咁樣，係啦，好少浪漫喎，係啦係啊，咁唔止係曖昧啦，都拖手咯，係啦，咁係啦，喺我都以為成功啦，我覺得一定 OK 啦嘅時候，咁啊同佢表白啦，咁就會佢就同我講就話我哋可以做一個好好嘅朋友咁樣。是啊是啊，我不会跟好朋友的异性拖手的喎、啊。那嗰阵是啦、啊、就结果就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事啦。那其实、我自己那阵的心就觉得啊，即是好像无论跟一个女仔关系几好都好，你好像觉得啊她是以貌取人啊，定是我真的做得不够好呢？因为其实很多尤其是仲去升二嘅時候都，我都一個唔靚仔個標籤喺度咁啊，咁所以我都，係咪真係有呢個咁嘅情況會發生咧？咁嗰段時間都唔開心，你冇問㗎？冇啊，跟住就冇聯絡啦。咁佢身邊咧有冇及後聽到佢嘅男朋友原來真係好靚仔嘅，定係點咧？都。
都冇去關心啊！之後都係啦，因為都聯絡啊，好傷喎！咁你都真係幾唔開心嘅，真係。哦，咁你喺成長過程入邊，會唔會因為呢件事都好大打擊咧？從此我要靚，我要瘦身咁樣咧？我啊化悲憤為食量咯。即系食肥咗自己啦，跟住之后就哦，咁所以入到录音室入面真系有画面呈现翻出嚟，会唔会唱到边句嘅时候发现，唉 ，Riley 虽然唔识我，但系佢就唱出咗我入面嗰种嘅我不如感觉啦。都有啊，我自己特别中意嗰两句就系、是、恐怕自己在进修拼命研究，也没旁观者会拍手。个、感觉好似就系你无论你做啲咩或者你几好都好啦，即系无论你想去点样做啲咩都好，呢、这个世界好似都唔会有人去想去了解你，想去认识你咁嘅感觉。我觉得真系好腰心腰肺，真系。哇，听你咁讲咧，你对爱情都不甚乐观噶。OK 嘅 ，OK。但系咧，同我对话入边，我哋短短即系十零廿分钟啦，你又俾我感觉系一个几乐观、几开朗嘅人嚟噶、哦。系，因为我其实我自己个性格都可能我唔可以话好豁达啦，就系、是、我觉得任何嘢都会系算到翘首自然直，即系都应该要乐观面对咯。Okay. 即系可能细个唔识谂就会比较，哎呀，好痛啊，好伤咁。但系后屘。個人越大個就覺得，誒呢一個都係我人生其中一個好好嘅歷練啦、經歷啦，係啊，咁所以我覺得無論點我都應該要多謝佢，係一個好好嘅經歷啊，亦都俾咗你呢一個悲情王子嘅開幕啊，起步禮嚟嘅，多謝呢一位女孩子。